我私下真的不穿性感的，什么露乳沟啊、露什么哪里都不会。夜华卖二手衣日赚10000，网拍歪楼变相亲。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感情。夜华去年8月卷入小三风波，每拍戏时靠卖二手衣打发时间，一天可卖到上万元。3月他回归三立拍《金家好媳妇》，也展开女装网购副业。我才刚开始用没多久，大概2月底左右才弄好。那你衣服嘞？是怎样的？比较休闲，就是我私下会穿的一些风格。我私下真的不穿性感的，什么露乳沟啊、露什么哪里都不会。这样吗？这样浪费我身材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我在保护我的好身材。哦，好身材只能回味了 QQ。而夜华也分享叫卖小 paper， 就是跟大家多聊天，可能会有人会问到说衣服的，我就可以刚好解释，然后他们就会想要买。有些男粉丝会有一点点，就是会说，哎，请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我想跟你进一步的交往，请问你愿意吗？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我开始打自己履历表在上面，会说我在做什么的，然后月收入有7万、8万、10万都有啊。说谢谢你哦，他不会有太多的私交啊，不会说出去或什么，就是认识一下。不会啊，太夸张了，这又不是联谊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